我都不填啊，因为我也不知道。行行行，给他起个名字就是登记。坐车的时候还蛮乖的，我估计一打开楼门，他肯定要冲出来。要冲是吧？嗯，还是先把这个门关上。看上去还蛮乖的，他都揣手手了。对，他在这笼子里可能还行。